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每天喝一点葡萄酒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但是不能喝太多，喝太多酒肯定对身体不好。葡萄酒可以多喝。二，虽然和小云只见过一面，但是她活泼和热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的样子。她对小云没什么印象。三，高叔叔从小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，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，晚上10点准时睡觉，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高叔叔每天都睡得很晚。四，有人觉得在地铁里唱歌很辛苦，也没有多少收入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挺浪漫的，每天都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一定很快乐。他觉得做地铁歌手很浪漫。五，手机的使用是为了方便人们之间的联系，可是当人们有了手机之后，面对面的交流却减少了。手机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交流。六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演员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数学博士，是对艺术的喜爱使他放弃了对数学的研究。他爱好表演。七，
妻子考虑了半天，终于同意让女儿和同学们去旅游。不过，她要求女儿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每天都要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妻子要和女儿一起去。八，明年我想出国留学，我觉得留学对我来说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，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历史，不同的文化等，会让我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。他刚从国外回来。九，怀疑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，因为怀疑精神能让我们发现新问题，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怀疑精神有积极作用。十，张教授乘坐的航班晚点了，你不用那么早去机场接他。我估计8点出发也来得及。张教授是坐飞机来的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这个市场的人真够多的。是，每天都这么热闹，尤其是中午。这个市场怎么样？12，这条裙子我穿有点短，还有大一些的吗？没有了，这是最大的。我觉得您穿这条不短，正合适。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13，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家具？有个同事说，这家店的家具质量很好。下午还有活动，我们下星期再来看吧。女的是什么意见？14，别光知道看电视，你也帮帮我呀。还剩最后10分钟了，你先把碗筷放那儿吧，看完了我马上洗。男的在做什么？15，
你哥不是说3点到吗？都过去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他还得去取行李箱。您别担心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男的怎么了？16。喂，我还在路上，你得等我一会儿。没事，时间还早，我在学校东门等你好了。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？17。小姐，您拿的伞是我的。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我的伞也是蓝色的，抱歉。女的为什么要道歉？18。你快来看呀，一个晚上，外面那棵树上的叶子就掉光了。昨晚的风刮得确实挺大的，冬天就要到了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9。经理，复印机坏了，这些报名表。没坏，是没纸了。你先去拿些纸。复印机怎么了？20。祝贺你，任务完成的不错。要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，谢谢您，干杯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1。我的信用卡该还钱了，附近有中国银行吗？对面就有一个，你从窗户那儿就能看见。男的要去哪儿？22。选什么专业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。我想报法律专业，您看怎么样？选什么专业你自己决定，关键要看你的兴趣。女的对什么专业有兴趣？23。今天辛苦了，晚上我请客。我最近发现一家好吃又便宜的饭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今天已经有约会了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
24。真让人受不了，你桌子上太乱了，找时间好好整理一下。好的，我现在就收拾，一定弄得整整齐齐。女的觉得桌子上怎么样？25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没向校长反映？当时他不在办公室，打他的电话又一直没人接。女的为什么没告诉校长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文件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。那部电影你没看？太可惜了。很多人都说不错，但一直忙着没时间去看。很值得一看，我都想再看一遍。再有什么好电影，你叫上我，咱们一起去。女的觉得那个电影怎么样？27。你既然不愿意打球，为什么还要打？我是不得不打呀，因为我又胖了好几斤。你这样偶尔打一打，有效果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打总比不打好呀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28。你知道吗？小黄住院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什么病？严重吗？昨天上午，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那周末我们去看看他。小黄怎么了？29。我们俩结婚吧。结婚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才认识2个月。2个月的时间不短了，我是认真的。这太突然了，我得再仔细考虑考虑。女的为什么不同意结婚？30。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比赛，紧张吗？有点紧张。有压力吗？也有一点儿。
不过，输赢不是最重要的，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。关于难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1。奶奶，您去哪儿了？我没钥匙，进不了家。我在家呀。那您快开门吧。好，电视的声音太大了，没听见你敲门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32。来这儿一个多星期了，还适应吗？还行，就是比较干燥，每天多喝些水就好了。那就好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告诉我。好的，麻烦您了。男的觉得这儿怎么样？33。你来，帮我把沙发往那边抬一下。放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？沙发放这儿，太阳光直接照着，眼睛不舒服。好吧，听你的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34。那份总结明天中午能写完吗？您放心，保证写完。好，你写完后发到我的信箱里，我先看看。明白，没问题。男的在写什么材料？35。你这台笔记本电脑不是刚买没多长时间吗？是没多长时间，可是经常死机。那是应该去换一个。买了几个月了？寒假买的，才3个月。他们在谈什么？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我爸妈的性格很不一样，我妈很认真，不太懂得开玩笑。有时候我跟她开玩笑，她竟然以为我是认真的。这可能跟她的职业有关系。她是一家银行的经理。与我妈相比，我爸就好多了。他比较幽默，喜欢说笑话，喜欢聊天。在这一点上，朋友们都说我像我爸。另外，我们长得也像，都很胖。36。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？37。关于爸爸，下列哪个正确？
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毕业后，我很顺利地找到了房子，是跟一个同学共同租的。我们一人住一个房间，洗手间和厨房是共用的。房租不算贵，一个月1000，只是交通不太方便，离上班的地方稍微远了点儿。38，房租一个月多少钱？39，关于那个房子，可以知道什么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他是一位教师，非常有名，无论多么差的学生到了他的班上都会变得非常努力。他每次要求学生做什么，只要学生能完成50%，他就表扬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稍微提高一点要求，这样学生就能很容易找到信心。40，那位教师对差学生怎么样？41，学生完成多少任务就能得到表扬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，有人觉得有房子和汽车就是幸福，有人认为找到真正的爱情就是幸福，有人却相信在工作中获得肯定和成功才是幸福。所以，了解自己想要的，才容易获得幸福和快乐。42，怎样才更容易快乐？43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成熟并不是指年龄的大小，而是指考虑问题的能力。有的人即使40岁了也不一定很成熟，也有人虽然才20岁却可能有40岁的心。因此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熟，不能看他的年龄，而要看他在困难面前能不能冷静地考虑和解决问题。44，这段话中40岁的心指的是什么？45，这段话主要谈什么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